失守，我大唐天尊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吗？父皇息怒，贼寇一时得逞而已。只要父皇再出讨伐大军，贼寇必平，不在话下。是，是要再出征。这一次，朕要亲自出征。父皇陛下，圣算可期。然父皇万岁之尊不宜轻动啊！这已决定了，皇太子李亨，请宣。儿臣领旨。朕之志愿，皇太子李亨，仁孝明理。朕亲征贼寇，有耳监国，并理朝政。钦此。父皇，儿臣理应多做一些事情，但父皇亲征之欲，儿臣还是请父皇收回，不然，儿臣就成了不忠不孝之人了。请陛下收回圣旨。你们。陛下，封长清失守洛阳，退守陕郡，进驻潼关，确实不可思议。但臣知封长清必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臣请旨再募新军挺进潼关，必使我大唐京师长安这最后一道防线固若金汤。不，朕给你募集新军的全权，朕准你可再募集新军50,000。朕赐你率领的新军天武军称号，因为你是代朕挂帅亲征。朕不要你固守，朕要你出战，朕要你战而胜之，朕要你把那个狗贼安禄山拿下来，带到朕的面前，朕要亲手杀死他，千刀万剐。陛下，怎么了？你有异议？臣领旨，臣定然将军情及时向陛下禀奏。禀报军情，朕不需要你去做这些琐事，朕为你派个监军，军前事宜由他来向朕禀奏。
是。好了，就这么办。恒儿，儿臣在。以你故情，朕未能下旨。可你是太子，以后朝廷的事，你就多管一些。儿臣遵旨。高仙芝，臣在。你去好好准备着。出征那天，朕亲自在望春亭为你壮行。谢陛下隆恩。贤侄，今天我让管家找了幅地图过来。这么说来，朝廷廷议的事你都知道了。你别忘了，我陪着我玉环姐在宫里待了15年。是是，你是老江湖嘛。贤侄，咱们先喝了这一杯酒，然后你再跟我讲讲你们要去打仗的那个地方。你今天好正经啊。好，我说。你说吧。好。这幅图很清楚，我要去的就是这个地方潼关。其实它还有一个地名，就是这个进沟口。横跨这个进沟口就是连城，这个连城是南北方向的，也就是潼关的关防。我这次带兵要去的也就是这个叫做连城的地方，你明白了吗？我要问的是，安禄山那个大坏蛋和他的贼兵贼将在哪里？你呢？你们又在哪里？安禄山他们在这里，我就在这儿。好像离得很近，那他要是射箭，他能射到你？想什么呢你？这是地图，看着很近，其实啊离得远着呢。要说射箭啊，恐怕是安禄山进攻连城，我军拿箭射他。我只要固守潼关，安禄山不能入关，长安就不会有危险。我不担心长安，我担心的是你。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如果长安要是丢了的话，那我这个将军也就活不成了。你胡说，你敢死？别说长安丢了不能死，这是大唐的天下全都丢了你也不能死。哪怕是天下的人全都死光了你也不能死。你要是敢死，我就先死给你看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死总行了吧？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你要去打仗的地方，那是刀枪都不长眼睛的地方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该怎么活呀？家里面有这么漂亮的老婆等着我，我为什么要死？难道我是吃饱了撑的？嗯？你知道就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我们饭还没吃完呢。这天下只有一样东西最好吃，这东西不是别的，就是你啊。陛下请安。贤侄，起来。来来来，谢陛下。贤侄，朕给你配了个监军。边令城见过高将军。久仰。贤侄啊，这首诗你应该很熟悉。是。秦山洪水一关横，雄势中天仗地惊，但得一夫当关爱，玩泥莫慢屈延城。这首诗说得好啊。这首诗说的是潼关
横踞在秦岭和黄河之间，虎视中原，保护长安。于是就有了一个传说，说是这潼关呢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恕臣直言，这不过是狂妄者的蓝言。啊，你知道这是胡说八道就好。其实就是在战国时代，这个关口也多次被突破，所以两军对垒永远都是实力较量，不能仅仅凭借一个关隘。陛下圣明。嗯，啊，朕把这首诗送给你。臣高先知，谢陛下。朕的意思你应该明白，固守固守，不如以攻为守，一鼓作气歼敌于潼关之外。陛下，封长清退守潼关之后，手中还有不少兵马，却始终未向关外发动进攻，臣以为其中必有原因。以朕看来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打怕了，怕死了，岂有他哉？贤侄啊，朕要你去潼关，不是要你去守，是要你进攻，进攻，再进攻，把那个安禄山杀他个落花流水。陛下，大敌当前，臣会实事求是，制定出最好的攻守方略。高将军，方才陛下圣谕进攻，进攻，再进攻，所以只有进攻方略，没有攻守方略。边公公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究竟制定何等方略，总要审时度势，考虑周全，方能保证稳操胜券。先知啊，审时度势是对的，可有的时候你稍有迟疑，则战机稍纵即逝，这一点你一定要牢记。微臣明白。去吧，朕等着你胜利凯旋的消息。凯旋之日还是在这里，朕为您等接风洗尘。谢陛下，定不臣定不辜负陛下期盼。咱们大晚上到这冷飕飕的地方干嘛？废什么话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是。快点，快着点儿啊你们。这平安活早一个时辰看到，晚一个时辰看到，就那么不一样啊。当然了，早一点看到，我就能知道先知又打了胜仗了。这次有先知带兵出征，竟然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那当然。其实朕也是头一回，我大唐天军得胜的消息，朕就是再也不要听臣下的禀奏，偏要亲眼看到，而且要第一个看到。就是，陛下跟阿玛的心思是一样的。哎，你跟陛下可不是一个心思啊。陛下牵挂的是前线的胜负，你呢，牵挂的只是某个人的安危。哎，玉环姐，哎，这么多年了，遇到事儿我可都是向着你的。今儿可好，你倒拿我开涮啊！我生气。生什么气啊？生什么气？有个人自从出了宫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说是呢来看看我跟三郎，可这凳子还没坐热呢，就跑到长城上来了。还说是顺着我跟三郎的意思，害我高兴了半天。原来人家根本就不是来看我跟你的，能不生气吗？哎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人家到了城上来是急着想看到，看什么呀？不是想急着看到什么，是那，是指这里的啊，风景好啊，这里好玩啊。三郎，以前那个伶牙俐齿、一心向着我们的谢阿蛮，是再也找不回来喽。玉环姐，
陛下。哎呀，陛下，老奴还是认为让陛下和娘娘在这里驻地匪夷所思。可是这里还真是好玩啊！潼关那边只要有平安火烧起来，这里就一定能够看到。阿翁啊，三郎想新鲜一会儿，就依着他呗。不是新鲜，看不到平安火，朕不回宫。是，都依着你啊，平安火一定能看得到的。这是这里需要的东西，还得从宫里拿过来，真是有劳阿翁了。就是把后宫都搬过来，那也没什么难的。就是担心让陛下和您住在这里，怕憋屈了您跟陛下。你看他们俩会憋屈吗？放心好了。卑职在。从洛阳到陕郡，你连布三道防线，为何不到一个月便全部失守？是卑职无能。不过，卑职连日来血战，贼封所到之处无不披靡，我军根本无能与之一战。彭将军，你何必长他人志气，灭我大唐威风？安禄山的叛军，罪而小贼而已。将军接战便败，那是将军无能。岂有他在？天公公说得好听，贼兵推而小贼。哼，你开了关门，直接出去交战就是。哼，本公公去不着，本公公是奉旨监军。若是有人贪生怕死，拒不出战，那本公公可就要为难为难他了。住口！冯长青，我知道你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可叛军从范阳起兵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所平视的到底是什么？快刀快马。安禄山是胡人，胡服骑射是他当家的本领。是，快马快不可挡，快刀锐不可当。而我军所募之兵都是市井之徒，毫无战事经验，所以一触即溃，连失洛阳、太原、陕郡三道防线。若是潼关在失，则贼寇使突入关，警示长安，危在旦夕。所以待秦王之师到来之前，我军切不可与之交战呐。高将军，守住潼关，只要守住潼关，方是圣上之策呀。住口！奉将军，陛下圣谕，本公公已传召于你，进宫进宫再进宫。陛下言之昭昭，难道你要抗旨不成？高将军，若想守住长安，守住京师，宁可抗旨也不能出战呐！放肆！来人呐！奴才在。绑起来！放肆！高将军，难道你是冲本公公吗？边公公，我知道你是奉旨监军，可是军情未明，先抓军前大将，这总不能算是妥当之举，所以还请边公公稍安勿躁，我们从长计议。军情敏感，本公公管不着。若是有人违抗圣谕，拒不出战，那本公公责无旁贷。如此，还请边公公大帐商议。高将军。高将军，高将军，这是咱们从长安带来的兵。高将军，此前战事之惨烈，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。将军，有你这句话，
卑职知足了。内奸好像是没负伤的。什么？高将军，请看，我军的军旗。怎么会这样？圣上有旨，允高将军在长安募兵50,000，封将军此前曾募兵60,000，所以我军募集天武军之时，长安除了老弱病残，已无壮丁可募啊。将军，其实陈选里的羽林军，在这个危难关头，也应该出动了吧？羽林军乃御前留守，要拱卫京师，护从陛下，不到万不得已是动不得的。可咱们手里只有这些老弱残兵，连一点精锐都没有，这个仗怎么打？所以你刚才说的对，若要不失长安，保住京师，宁可抗旨，也不能出战。喂，本公公问你们话呢。边公公，请看，贼寇方动，陛下就已颁发秦王圣谕。我们出京之前，已经接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、太原尹王承业、潞州长史程千里等地方官员率兵赴关中秦王的消息。鞭长莫及。还有朔方、河西、陇右这三个地方也已经奉上谕开始募兵，只是尚未到达关中。 这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你跟我说这些管个屁用啊。边公公，我说的其实就是目前的局势，公公定然看到了，我军当前在潼关的兵士不是老弱就是伤残，毫无战力，若是调配得当，或可用来防守，若是贸然与敌交锋，那就不是打仗，而是送死啊。还是怕死不是？死不可怕，可是战也罢，守也罢，咱们的目的都是拱卫长安，保住京师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潼关不失守，这是我军拼死也要达到的战略目标。所以边公公，固守潼关，等待秦王大军从四面八方赶到关中，到那时候我军合围敌寇，方能以优势兵力将敌人一举歼灭。狡辩，全都是狡辩。陛下圣谕，进攻，进攻，再进攻，这是陛下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、最最盛名的战略决策。尔等必须速战速决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是战也得战，不战也得战，没别的选择。边公公，恕我直言，如今大敌当前，攻守方略还是要审时度势方能制定啊。哎，你还要本公公我跟你说几回呀？啊？你高先知此番奉御出征，只有进攻没有防守，这是圣谕，圣谕，你懂吗？我所懂的就是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你没有听过吗？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怎么，你想造反吗？边令丞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个太监，一致气势仗势张扬，其实什么都不懂，所以从现在开始把你的臭嘴给我闭上。好啊，反了，反了。好啊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，你是活腻歪了。那好，本公公我就成全你啊。你们给我等着，等着你们。哎，公公，别公公。高将军，这种人可得罪不得呀。他一定是回宫禀奏陛下去了。我就不信陛下会偏听偏信，跟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不管他，给我传令下去，三军固守潼关，敢擅自出战者斩。撒娇撒野，他能怎么样？还不是就这样憋在心里。你说也
真是的，先是打个胜仗，皇帝老爷子他高兴高兴嘛。这话说的，打胜仗那么简单啊？那都是你死我活的事儿。王姐，你可千万不要吓我。把他披风给我拿来。陛下，老奴看见他从潼关回来，哎，便即刻安排他觐见陛下。陛下不要着急，老奴琢磨着，他即刻就到了。父皇，父皇，亨儿，给父皇请安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给陛下请安。哥舒翰，父皇，河西，哥舒翰是我大唐第一个进京勤王的节度使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起来，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哥舒翰，你执政河西，好像百姓有首诗是写你的。那是百姓对微臣的谬赞而已。朕还记得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带刀，至今愧牧马，不敢过临洮。是这样的吧？微臣最恨偷马贼。见了就抓，罪大恶极的杀无赦，所以百姓就高兴了，有人就写了诗，不足挂齿。如今有个逆贼，不仅偷了朕的马，更要抢朕的江山，你说该当如何？臣听此贼叛逆我大唐，便星夜兼程赶来觐见，请陛下给臣一支兵马，臣誓与逆贼决一死战。啊，你没带兵马？臣走得匆忙，是单骑前来觐见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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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陛下，陛下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反了，反了！潼关那边他们全都反了。怎么回事？快说！陛下容禀，封长清败退潼关，接连丧失我大唐的洛阳、太原、陕郡三道防线了，沃野千里。他们没跟敌寇打一仗啊，他们都是还没看见安禄山的影子就一溃千里了。封长清可恶，这简直就是投敌叛国。陛下圣明，可陛下最信任的高仙芝将军却百般的为封长清辩解，而且这封长清说什么他就听什么。难道先知要重蹈封长清的覆辙吗？可不是吗？这封长清说呀，这仗打不得，而且他说安禄山的叛军是如何如何的厉害，我军要是开关迎敌与敌交战，那必遭叛军屠杀，因此那是万万不能出战。奴才认为
他们这是贪生怕死啊。结果高仙芝把奴才骂的是个狗血喷头，只要奴才一开口劝他开棺杀敌，他就要斩杀奴才。反了反了，都反了。潼关那边我军兵力如何？安禄山兵力如何？啊，这个奴才查的是一清二楚。冯长青他的部队未曾与敌交战，那就退到了潼关，所以他的六万大军那是毫发未损。而殿下让高仙芝在京城募集的五万天武军，那不刚到潼关吗？更是兵强马壮啊！这两支部队加起来，那就是11万的将士啊！而安禄山攻到潼关底下的叛军，那连伙夫、带挑夫，那加一块也不足5万呢、啊。陛下，我军两倍于敌寇，可就是这样，这高仙芝，他还是蔑视圣谕，拒不出战。蔑视圣谕。嗯，高仙芝说，他说，说什么？他说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这样说，是奴才说，此一战也，是陛下早已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这是陛下的圣明啊。而安禄山那是反唐的逆贼，我军将士无不同仇敌忾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。陛下，咱们打的是胜战啊！陛下您圣明，将士打胜战，这就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最大法宝啊！您说奴才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可咱们却说奴才是放屁呀。圣战，边陵城不在。这两个字说得好，圣战，朕一定要开打，任他是谁也挡不住。高力士，奴才来。取上方宝剑。遵旨。干什么？陛下要杀人吗？他要杀谁呀、啊？是不是要杀仙芝啊？在这等着，我进去看看。葛书翰，臣在。朕诏封你为皇太子、先锋兵马大元帅。臣领旨谢恩。只是什么？潼关有将帅，恐怕不会将前敌帅印交给微臣。是不会，因为陛下绝不会前敌一帅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玉环，朕这是在处理朝政。我知道，我是主持后宫的，不能干预朝政，我也从来没有干预过。可今日，请三郎允我破例。玉环。你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太了解先知了。我了解你方才向陛下禀奏的高将军绝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这陛下，奴才跟高将军没有私仇啊，奴才禀奏的句句都是实情啊。玉环，你过分了。臣妾请陛下准臣妾再说点过分的话。这不准。三郎，你今天准还是不准我都要说。三郎，你想想，先知几番为大唐出生入死，他岂是贪生怕死之人？他不出战，定然有他不出战的道理。朕不容许。他绝不会藐视圣谕。你想一想啊，他从小跟太子爷一起长大，就如同你的儿子一般，他怎么会蔑视你和你说的话？说这样话的人，定是别有用心。陛下，奴才没有。够了！是够了。臣妾请陛下收回成命。
是我大唐生死攸关之时，朕不能容忍私情，一念之差不枉我社稷。三娘却不能有一念之差，这是人命关天呐。三郎绝对不是无情之人，三郎也更不会滥杀无辜。可是有罪之人一定要治罪，未然之事一定要防范，不然国法何在。叶凌城，奴才在。葛书翰，臣在。听旨，臣领旨。叶凌城，朕赐你尚方宝剑，再赴前敌。封长清连是我大唐三道防线，一溃千里，拒绝接战，最同投敌叛国，力斩军前，以儆效尤。奴才领旨。书翰，臣在。朕命你接掌高仙芝帅印，要是他协同作战，则免死；若是他拒绝作战，三郎。叶凌城，奴才在。记住这八个字：出战免死，不战处斩。无论他是什么人，就这么办。奴才秉承圣谕。阿妈，阿妈，快去潼关告诉贤侄，大唐的皇帝为了要打胜仗，已经不可理喻了。不管皇上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，都让他照做，都要听他的，不要扭着皇上的性子，丢了性命不值得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贵妃娘娘，不要喊了，阿妈。已经走了，他去哪儿了？娘娘要对阿蛮说的话，老奴已然对阿蛮说了。就像娘娘刚才说的，无论什么原因，要让高将军出战呢。他去潼关了，生死攸关，事不宜迟了。多谢阿翁，来人，快给我备马。娘娘，娘娘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也要去潼关。玉环，你在生朕的气吗？我不是跟三郎怄气，我实在是，他要是杀了仙芝，阿蛮就没法活了。阿武，三郎怎么做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？我如何是好？玉环，不是朕心狠，这是在打仗啊！两军阵前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没有商量。这个我不懂，我也不管。三郎，你是皇上，你一言九鼎，你说过他只要听你的话就不会死。我管不了你，我也不能管你，可我到前线去总可以吧？我去帮着阿蛮说服仙芝，让他听你的话，让他打仗，他就不会死了，不是吗？贵妃娘娘容禀，阿蛮姑娘已经去了潼关，您就没必要再去了。娘娘最了解阿蛮，娘娘要对高将军嘱咐的话，阿蛮肯定也说过了，而且说的会更动情。这其二呢，如果高将军连阿蛮姑娘的话都听不进去，那你去了又有什么用呢？这其三，若真是那样的话，您就是八百里加急赶过去，恐怕也晚了。阿武，阿蛮能说服贤侄吗？啊！贵妃娘娘，阿蛮那死丫头，她能把死人都说活。高将军一个大男人，大活人，她
能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玉环，玉环，老天爷，我求求你保佑贤侄，因为你保佑了贤侄，也就保佑了阿满。高贤侄要是死了，活不了了，我求求你了，老天爷。边公公，将封长清拿下。这是干什么？带走。溃千里，拒不与敌接战，其罪以投敌叛国等同。帝斩军前，以敬效尤，钦此。是。边公公，卑职何曾投敌叛国了？冤枉，这是冤枉！立斩！冤枉，这是冤枉！冤枉！走，高将军，快点！高将军，快来救救卑职啊！高将。高将，高将军，高将军，哎，高将军，让开！高将军，斩！斩！刀下留人！代我转奏陛下，高先知对圣谕的回应也是八个字，那就是坚守必固，出战必亡。这么说你是不想活了？
恳请边公公一定将这八个字转奏陛下，并且告知陛下，高贤之拼得一死，就是要让陛下听到臣的这八个字。潼关战守必是陛下慎重决策，只要我潼关关隘不失，京师巩固，我大唐就不会亡。本公公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在。待我转告我妻，贤侄先走一步，下辈子我和他还是夫妻，拜托了。不会让你摔着的。放肆！你是谁？你才放肆！你敢杀我先知，你不想活了你？你，好好好，阿瞒姑娘，本公公知道你跟贵妃娘娘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啊，本公公不敢把你怎么着。可是，两军阵前拒不交战者，杀无赦。这是圣谕，陛下言出法随，本公公我就是有一千个一万个胆子也不敢不知法，不是？你放屁！你昨天晚上跟陛下说那些个屁话，就是造谣先知不听陛下的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既然姑娘都听到了，那本公公我也就不多说了。高将军是自讨死路，那本公公也就不做多解释了。你胡说八道，先知怎么会不听陛下的话呢？他怎么会自己找死呢？你当着你的姑奶奶我的面你还敢造谣，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啊？高将军。阿瞒，边公公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没有听陛下的话，因此陛下要我死我就得死。你疯了你！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找死？我不准要死，我要跟你一起死。拿把椅子来，快点，把椅子拿上来。先生，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阿瞒，你听我说。听什么听？我不听。阿瞒，你听我说。我要你跟我回家。阿瞒。其实自从你嫁给大唐将军的那一天起，你心里就很清楚，没准哪一天他就可能给你来一个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你少跟我十了八唧的，我知道你始终是听陛下的话的，那你就再听他一次不行吗？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咱不就不是不要死了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死心眼啊？阿瞒，我岂止听话，我所做的一切包括我的死都是为了陛下，都是为了大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早就把大唐当作我的母国，把陛下当作我的父皇。陛下和我从未父子相称，可他挡不住我从心里这样称呼他。你把他当父皇，父皇都要杀你。
我生是为了大唐，为了陛下，死也是为了大唐，为了陛下。我死，只要他们暂不出战，就能保住潼关。如此长安不息，大唐不亡。我就算是报答了大唐和陛下对我高先知的恩情，你明白吗？你为大唐出生入死好多回了，你不欠大唐的，你也不欠大唐皇帝的，所以你不必死，你听到没有？可我若是不死，就得让他们开棺延毕，这是让他们去送死啊！他们如果死了，潼关也就失守了，接着就是长安沦陷，那我大唐帝国就危险了。假如我明知结果却违心出战，我就是大唐的罪人。你罪人就罪人，我只要你活着。阿曼，你知道我做不到。我要你做到，你就能做到。仙子，你干什么？边公公，圣誉难违，我要你先帮帮我，把阿曼绑在这把椅子上。拿绳子来。是。仙子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阿曼，你先忍耐一下。你们干什么？阿曼。放开我！仙子，你干什么？阿曼，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回旋余地，我也绝不会选择赴死。阿曼，你记着我的话，我死是因为我不能按照圣谕行事。这圣谕是八个字：出战免死，不战处斩。我不出战的理由，阿曼，你也记着，也是八个字：坚守必固，出战必亡。你一定要告诉陛下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他的，因为这八个字是我用命换来的。仙子，你要想死。我要跟你一起死。阿曼，你还不能死，你要帮我做我没法做到的一件事，向陛下尽孝，就如同他老人家真是咱们的父皇。可我知道你会的，我的话你也一定会听的。先生，如果你想死，我们两个一起死好不好？边公公，烦请让罪臣之妻离开刑场，把他抬走。快！是。仙子，仙子，阿曼，仙子，阿曼，我的阿曼，阿曼，我们来生再见。来人，醒醒！来吧。葛书涵，臣在，请上方宝剑。葛书涵，上方宝剑在此，如陛下亲临。臣葛书涵，叩见圣上。葛书涵，陛下命你接掌高仙芝前敌帅印。臣遵旨。陛下口谕，出战免死，不战处斩。臣领遵圣谕。如此，我军必胜。来人呐！奴才在。点燃平安火，向陛下报捷。是。哎，边公公，本帅尚未出战呢。哎。哎呀，葛书涵元帅，请起。哎，我军11万大军，占安禄山50000叛军，焉有不胜之理呀？哎，陛下盼你捷报，早就等不及了。我现在点燃平安火，等你捷报一到，不早不晚，刚刚到京师，正好啊。禀边公公，平安火点燃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啊。葛书涵元帅，等过了今晚，陛下就能得到你胜利的捷报了。全军听令，准备出战。
着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终于打胜仗了。不知道贤侄怎么样了，阿蛮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玉环，这还用说吗？打胜仗一定是贤侄打的，只要他听朕的话，那就无往而不胜。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哎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好像是唢呐的声音。嗯，是红白喜事吧？哎，那一定是喜事儿。贤侄，他难道没听朕的话？怎么回事？报！我军败绩！我军败绩！什么？报！潼关失守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报！主帅高仲焕被擒！李氏，快去问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去！去打探去！报！高仲焕降敌！混蛋！废物！报！叛军正向长安进逼！就是睡不醒，回家呀，给你温上一壶酒。阿妈，阿妈，车怎么停了？真是的，我还要跟着我的先知，赶紧回家歇着呢。阿妈，快走起来！阿妈，走起来呀！阿妈。商议一下该怎么办。启禀陛下，微臣的意思是，陛下放弃京师，暂且转进。转进？去哪儿啊？叛军东来，洛阳那边怕是去不成了。微臣的意思是，陛下西进川蜀，暂时驻跸成都，各地秦王之师必紧跟陛下步伐。到那时候，陛下振臂一呼，
我大军发起大反攻，哼，收复失土，再复京师。嗯，好，这个意思好。不过，西进川蜀要走蜀道啊。是，蜀道难行，但微臣曾多次往返京蜀两地，有经验可期。陛下放心，此番入蜀，微臣亲自领路，必万无一失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亨儿、国忠，你们两个，一个家里，一个朝里，都去准备一下吧。遵旨。玉环姐，我也不怕你笑话我。我的先知，他可馋我了。他一见到我，就跟我赖床。他馋我，其实我也馋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你心里难受就哭出来，不能这样憋在心里，会憋出事儿的。听话，难受就哭出来，大声的哭出来啊！玉环姐，你真是的，我为什么要哭呀？自从有了先知，我都忘记哭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就知道笑了。怎么样，启禀娘娘，阿蛮姑娘是昏过去了，不过不要紧。这样孩子，他太可怜了。阿翁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看，阿蛮姑娘都成这样了，我能不来吗？三郎呢？他怎么说？我们借个地方说话啊。启禀娘娘，阿蛮姑娘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多长时间了？至少有一个月了。娘娘，陛下已决定西行了。西行？是，府属如川，潼关失守，叛军已杀向京师，咱们恐怕没几个时辰好准备了。所以阿蛮姑娘这边，你还要抓紧呢。这样吧，我让他们的管家找个秘密的地方，先把先知厚葬，然后我先带阿蛮回宫。事已至此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太医，贵妃娘娘卑职在。阿蛮能动身吗？抬着走不碍事儿。那就抬上他。跟我回宫。这边，快点快点，来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没事了，慢点慢点，快快快快，来了来了。
奴才的意思，大同这个家呀，该由太子爷来当了。想造反啊？奴才是这样想的呀，人活着一辈子呢，有的能碰上一个节骨眼，这命好的呀，能多碰上几个。可这问题的关键是，这节骨眼来的时候，你得抓住他不是？他来了吗？那得看这节骨眼正硬在谁的身上，硬的是什么？怎么说？对陛下他老人家来说，这个节骨眼啊，就是要保命，保住性命就等于保住了一切。这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先转进陆川，再过他个几年，等秦王师都到齐了，粮饷也就有了，再来他一个大反攻，这么着，这陛下就又杀回京师了，这皇帝的宝座就还是他老人家的。虽说呀，折腾了这么一个来回，可这皇帝身上的毫毛倒是一根都没少啊。哼，就这么顺当？他安禄山会眼睁睁地瞅着父皇入川，然后再眼睁睁地瞅着父皇杀回来。他安禄山是根木头啊！太子爷圣明，还真是的啊！这什么事情呢？都瞒不过太子爷。行了，到底想说什么？赶紧着说吧。是，奴才的意思啊，太子爷的这个节骨眼跟陛下的可不一样。陛下要的就是个等着，就是个安生。可太子爷要的，是不能等着，不能安生。胡说！这个节骨眼上，谁都得等着，谁都最想安生，所以只能逃。可太子爷刚才也说了。安禄山的叛军一定不会让陛下这么安生的逃跑，是一定要追杀过去。太子爷您想啊，这条逃亡的路就不会安生了，想着保命反倒成了找死。那也得逃啊，不然那不成了等死了吗？可太子爷不能跟陛下一起逃。你说什么？如今的这个节骨眼首先是个保住性命的节骨眼。太子爷您想啊，这安禄山追杀陛下，太子爷若是跟陛下在一起，那就被安禄山一起追杀了。你是让我另辟蹊径？天降大任于太子爷，天命昭昭，太子爷不能不应承这样。别胡说！所以太子爷另辟蹊径，那不叫保命，更不叫逃跑，那叫做天命所归。太子爷，改朝换代的日子到了。放肆！太子爷，晋忠的见识我是越来越佩服了。不管怎么着，咱也得先让他把话说完呢。夫人，晋忠，说吧。是，奴才的意思啊，是想请太子爷自为后队。说明白点。是，请太子爷奏臣陛下，在陛下西幸的路上，请太子爷亲自率着羽林军为陛下断后。这当然是为了保护陛下，是不顾自身的安危，舍命保护父皇。好，这么做，父皇至少会把一半的羽林军划归给太子爷。这样一来，太子爷就能顺理成章地与陛下分道扬镳了。找死！哎，你让晋忠把话说完吗？是。因为啊，这陛下在前，太子爷在后，这表面上是为了保护陛下，实际上是寻找机会，给自己有一个退身之步。如何退？这个奴才还不知道。可是这一路上，奴才一定能为太子爷找到一个退身的充分的理由。退到哪儿？一个能让太子爷安全登基的地方。放肆！晋忠，别怕，接着说。是。虽说乱世不好，可也只有在这乱哄哄的世道，太子爷与陛下分庭抗礼，才不会被称作是谋篡，而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，帮着父皇排忧解难。天下的臣民也会对太子爷的登基如大旱之盼云霓，众望所归呀。因为当今的陛下确实犯下了太多太大的错，而且又死不认错。你又放肆了！你这次安禄山谋反作乱，完全是因为陛下纵容这个小人所致。太子爷，奴才说的这个，天下臣民都心如明镜，只是全都不敢说罢了。那是父皇上了他的当，一国之君应当何等英明，岂能上别人的当？而且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给了安禄山三镇节度使和免死的铁券，给了他五座造钱楼，给了他陇右地区的全部战马，是当今的陛下将安禄山武装到了牙齿，让他来灭我大唐的江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愚蠢！放
私。所以当今陛下就是个亡国之君。住口！这样的亡国之君，人人可以取而代之。你住口！住口！住口！太子爷乃我大唐储君，大难当头，大敌当前，取昏君以待之，举复国之大旗，更是责无旁贷。你，太子爷，奴才这一切都是为了太子爷着想啊。话已至此，请太子爷治罪。刚才这番话，若是传出去一个字，我就死定了。一个字也不会传出去。晋忠啊，我其实早就看出来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啊，你算是长了见识了。多谢夫人。可你说的，毕竟都是天大的事儿，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可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咱要是不试吧，就太愚蠢了。夫人明鉴。要不这么办，太子爷这就进宫去请求父皇恩准，率领羽林军断后，以保护父皇。这个忠孝两全的举措，父皇定然会允准。这是第一步。这第二步嘛，就很难迈开步子了。请夫人明示啊。咱家太子爷断后那自然是个幌子，可是如果咱们一转身真的跟父皇分道扬镳的话，那皇帝老爷子还不得杀过来。不不，这可不行。哎，其实啊，太子爷能否有能力与陛下分庭抗礼，关键是看太子爷有没有这个实力，而这个实力啊，此消彼长。说明白点，别大哑谜。倘若陛下成了孤家寡人，身边又没了帮衬，而这羽林军又全都在太子爷的手里，太子爷当然可以转身就走，因为陛下不敢也不能把太子爷怎么着。相反呢，用不了多久，陛下他老人家，就得看咱家新皇帝的颜色了。做你的美梦。父皇身边的人，如今主要就是杨家的人。这次安禄山反唐，打的旗号就是亲君侧。这个君侧呀，首先指的就是杨国忠。咱们这个奔逃蜀军的流亡朝廷，若是没有杨国忠支撑着，怕这个朝廷里就真的只剩下陛下这个孤家寡人了。到那时候，朝政就是咱家太子爷说了算。不过父皇对杨家的恩宠，如今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咱要想清除杨家人可不容易啊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西行的路上，请太子爷夫人迎准奴才自主谋事，但凡有丝毫可乘之机，奴才定会痛下杀手，为太子爷君临天下扫清一切障碍。赶紧回府收拾收拾吧。高家阿瞒夫人呢？交给我，你们可以放心。多谢贵妃娘娘，奴才告退。以前跟着我的时候，都是你管着我，现在也该我管管你了。羽林军已集结完毕，可以走了。陛下，父皇，宫内人员一律轻装简从，随行人等都已分派完毕了。
就等父皇起驾。不过，父皇，自西姓赵玉翻行天下，京师百姓纷纷逃亡，盗贼纷起，趁火打劫，儿臣且已得到消息，安禄山叛军正星夜兼程，杀奔京师而来。当此之际，父皇安危乃儿臣第一要务。儿臣请旨，自为后队。此举虽不能为父皇遮风挡雨，但叛军前锋若至，儿臣当能为父皇抵挡一番，以保障父皇绝无后顾之忧。还请父皇恩准。起来。谢父皇。恒儿此言，忠孝大义存焉。玄礼啊，把你的羽林军分拨给太子一半。遵命。恒儿，你自为后队，更要小心了。谢父皇关怀儿臣。启奏陛下，藤原卿、朝恒卿有事禀奏。陛下，你们这是？陛下容禀，大唐国难，陛下蒙尘，臣与藤原大人不甚唏嘘。此番遣唐使节团立我大唐，来者中有许多日本浪人，他们愿与大唐臣民同呼吸共命运，与陛下一同远行，并愿承担护卫之责。臣与藤原大人商议，日本浪人多不按大唐军旅之规，故臣与藤原大人愿自为日本武士头领，组成日本武士百人队，协助大唐羽林军，共同护从陛下，还请陛下允准。藤原卿、朝恒卿，你们对我大唐的忠诚就如同忠于你们自己的祖国。杨斐啊，臣在。你就安排他们的食宿，让他们跟着朕走吧。臣遵旨。谢陛下隆恩。贵妃娘娘，阿瞒的怎么样？在我那儿，放心吧。三郎，好了，玉环，你来了就好了，可以走了。陛下，别难过。很快就回来。早点回到朕的身边来。阿翁，三郎这边你多照应着点。贵妃娘娘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玉环，告诉阿瞒，
朕知道他很伤心，很难过。等安定下来，朕会颁发罪己诏的。阿蛮一定会明白的。告诉他，朕杀错了人。贵妃娘娘，她在哪儿？请娘娘这边走。娘娘，到了。先知，我知道，现在任何说辞都是毫无用处的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三郎亲口对我说，他杀错了人。等安定下来，他就会颁发罪己诏，以谢国人。还说，他知道现在最伤心的就是阿蛮，他为此感到很难过。你以为你带他说了这么多，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吗？阿蛮，我向你保证，三郎会当面向你道歉，请求你的原谅。你以为我还会再原谅他吗？你不会吗？我要杀了。